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开局的话，对战方出宝宝，对战方是一手魔王，观战方大唐，他喵的是吧？观战方这是大唐吗？怎么速度比对面的还慢？对战方起牛，观战方起野兽啊。对战方一手奇音三叠打在观战方大唐身上的话，并不是特别疼。对战方补一手先烈。看一看观战方这个大唐有什么花招啊？你这没有花招的话，其实是很难在这种擂台上立足的啊。观战方平 A， 观战方来到第八回合，触发了一手仙剑。其实观战方场上的一个状态是吧，都不是特别好。献祭之后，观战方也是直接扫了出去，三扫出了一手连破。对战方再次炸过来，这样的话观战方两只宝宝全部飞掉。看一看观战方怎么打，感觉很难了。观战方继续戳出一只隐身的一个豹子，对战方就是秒。这只豹子说实话属实也是没有牌面哈，再次倒地。观战方来了一手生死菩提，对战方有先烈直接被弹了3500。观战方一看，我靠，比横扫还好用啊。观战方此时也出孩子，其实打到这个程度的话，对战方其实就很稳了哈。观战方一个板砖啊，板砖的一个伤害不是特别稳定啊。观战方的一个高鬼魂豹子也爬了起来，对战方的一个伤害太高了呀。反观观战方大唐是吧，都是这种平 A 伤害啊，没啥卵用。观战方现在想处理掉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属实有点困难。观战方这只豹子再送，观战方再扫，喵的是吧？感觉三扫大唐的话，属实这个有点拉哈。我靠，他喵的，主要现在这种情况哈，这个人物血、宝宝血都太厚了。对战方继续补先烈，观战方再起生死菩提，
退两旁，他喵的是吧，被震死了。哦，不是被震死了，被巨剑斩死了，我靠。关战方再来二连，这把巨剑砸在队长方身上的话感觉有点浪费。队长方此时换了一只宝宝，关战方平 A 一手拿掉队长方的一个人，